两个能做的事，我们就不会被抓的呀。嗯，他这个400个人头，400个人头相当于我现在打了200把，加了14个人头，而且我打的是高分段。要是说打低分段，我就不谈了，好吧？ 就算打高分的。我靠！他如果打露露的话，露露应该会可能会被打散的。他不打露露，追着我一顿狂 A， 我靠！我想帮露露分担一下伤害的，太惨了。 我发现你了！射击很容易，我先按一把10个人头算，一把10个人头，400个人头要打40把，是吧？40把相当于20个小时。 就一个超火要加班20个小时，他就一个超火要加班20个小时。黏糊糊的，你弄不掉他。哎。 我刚才踩到什么了 ？A 他一下打个血之滋味回点血。六成多，丢个 W 续一下毒。 没虚到，本来这个一能一，他个100多滴，到的快。我马上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那东西要留能了。今天能不能拿个5杀呀？我看他们说。 我刚刚看抖音，我听那个文森特说什么你要什么 bug 跟三跪去打拿，这是什么5杀挑战下播，估计要打到明天。 把线先推了，啊，真的好恶心！德莱文这个英雄啊，怎么这么痛啊？打人一级的时候，加9个，加9个，二九二九十八，39 27，39 27，加9个，33。 好贵啊，感觉这个破败，为什么感觉这么贵？要不出来可以现杀他们，只要打的一波，拿到一波小优，我们下波杀他们就很简单。终极劳勃，哼，有一点。前天36，昨天14，今天还不知道，今天最起码10几个小时起步。
哇，他怎么突然升六了呀？突然升六级了，我靠！不该打的，难搞。是的，比赛上赫维留斯优先级还是蛮高的。 但他这个英雄有一点问题，就是确实也很容易崩，你知道吧？就看决赛了吧，看决赛。但是我觉得下个版本再看吧，我觉得。看露露一给到小兵去了。 哇，没视野了，我吐了，这有点痛。分奖是个什么东西？被老六阴了怎么办？有老六，跟草里的，我靠！如果我把他浸泡在巫师里。 只能说是 A 到那个通臂的效果是不是？很痛。他妈的，主播就算这个战绩，也能如此的打伤害，是吧？不知道那些黑子在喷什么，真的是恶心死了。哎 恶心死我了！我们经历的故事发生在去年洛丁汉大学28个人头是吧？哦，他压了我3级，我把他单杀。6分钟0-0难刀。 管道通我家，我马上就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希望那家伙也是个强者。 等，与其等队友来，还不如自己去做事。我靠！等他们过来做事，我还不如自己找机会。 像一枚无害的蛋，我刚刚躲起来了，哈哈，谁？
杀力巨大，我操！有眼的，我靠！麻了。他去看了，我可以打，我可以打的。对面底下抓龙去了。五杀了，五杀了，我靠！哦，没有，好像四杀了，五杀了吗？去看四杀，我靠，我还有五杀了。老鼠会玩吧？那老鼠多大牢还要老鼠追，我靠！快走，两个能做的事我们就不会被抓了呀。叫一个老鼠来开团，真的是太秀了。没有，不能跟他打贴脸，我他有隐身的话还是抓不到他的。其实太秀了，一个老鼠开团打输出，肉身开团才能。我靠，狗屁王，这鼠标用习惯了吧，用习惯了，所以没有说什么好不好用，反正这种都挺好用的。